诺尔。哦，连荣誉骑士也来。你好啊，艾琳前辈，想要先看看我体温训练场上。哦，要展现随随便便摆放的话，毕竟是诺埃尔嘛。啊，唉，既然是诺埃尔的话，有点难办呢，回头清理起来会。诺埃尔这是要一口气全部砍断吗？哎，真可惜，就差一点点了，要不然再试一次。完毕，谢谢你的夸，但是我每次和其明明会见的，不管我再怎么做，到底是什么？不，请教导我，荣誉骑士平时都是怎么锻炼的？挖矿，居然是挖矿吗？原来如此。不仅能锻炼臂力，还要在矿脉之间跋涉，甚至要击败遗落的魔物，这就是荣誉骑士的训练方式吗？请务必让我试试。没关系，请全部交给我吧。就是这里啦，先把这里的矿点清理干净吧。留意周边环境哦。又有怪物，还是悄悄暴徒，看上去是个强劲的对手呢，我会尽量干净利落的解决。诺埃尔，慢一点，这里已经是落石多发的地带了。喂，落石，这是我造成的吗？也许只是凑巧吧。前面好像有一位西风骑士。这落石也太夸张了。啊，是贝琳达小姐吗？啊，是诺埃尔吗？啊，连荣誉骑士也来了。请问您有没有哪里受伤？啊，放心吧，我没事。刚才巡逻的时候正好避开了落石的区域。虽然最近这里经常有落石，不过巡逻了这么久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夸张的。你们有什么头绪吗？说的也是，这么大的规模怎么可能是人为的呢？只不过这下就有点难办了，这堆落石背后可是一片蕴藏丰富的矿脉呢。矿脉？是啊，得赶紧找人来清理一下，不然可惜了里面的矿石。矿石？处理掉这些落石就能继续挖矿了吗？确实是这样，没错。不过这么大规模的落石，还是得先回骑士团里汇报一下。请交给我吧，我认为我可以解决。哎，居然直接把落石打碎了！啊，小心，有只丘丘岩盔王！丘丘岩盔王。这就是最近落石频发的元凶啊，我这就去呼叫支援。虽然个头很大，但单论力气的话，我是不会认输的。只要打倒他，就能继续挖矿了吧？那就全都交给我吧。
六吧。诺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还有这么多修行目标呢。哪里还有敌人吗？还有人需要帮忙，应该赶得上。完毕。你们还好吗？诺埃尔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啊。一定要说的话，比起平时的清理工作，肩膀稍微酸了一点。啊，实在惭愧。虽然我们平时也有让诺埃尔不要太累着自己，不过每次一回过神，就发现他又一个人把骑士团上下都打扫完了。这都是骑士团女仆分内的事。为了成为真正的西风骑士，所有修行都不能懈怠啊。荣誉骑士，请问这一次我有好好完成挖矿的修行吗？真的吗？能完成由你亲自指导的修行，真是太有意义了。那么下一次，我们再一起挖矿吧，前辈。